肚子里。看我就瞅一眼，里边是啥？啥呢呀？啥呢？没啥。哎呀，这费劲呐！哎呀，我那是戒指买的，啥呀？赶上堵上啊！拽住！我弄的。拽住！啥东西啊？挺扛的，你俩。那这是护理澡人不知道？我去！这什么战斧羊排？嗯、拽住！你等着！老三，你别堵门。这啥磕的呀？这咋？这开机怎么整的？打不开呀，找不着头啊！二哥，打不开，快别整！这怎么你还打不开呢？这么费劲？这多半天你整个箱整不开。别整！我是吃栗子买的呢，我走了，我搁这不安全，我要走。你打一趟啊！我要走了，你别整了。看看，我要走了。你干啥呀？我走了。我回家呀。啊，回家。嗯。走了。多少回家了？哦，这个好啊，哥，今天这掏上了，今天点好啊。哎呦，这是战斧牛排吗？是。你吃过吗？我看过。哎呦，老三，你说这玩意咋吃吧？赶紧吃吧，一会儿老妹儿回来了，大哥。不能回来。那是你给我取的快递吗？啊，我给你取的快递。咋的？这啥吧，大哥，就这样式的吧，谢谢啊。哎，你看这玩意像不像苍蝇拍儿？战斧这么拿着，咋的打？你打开吧，我不打开。我也不打，你这开吧的。你开吧，我不开。怕啥呀？那你开吧，你怕啥呀？真磨叽。他妈不能找你，你开吧。这啥呀？骗你。这是肉啊？咋吃啊？谁的呀？你姐。给你买的、啊、我姐给我买的，一会儿吃吧呗，我给他吃。哎呀，一会儿你直接打开了扔锅里就完事儿，我给你做。大哥给你下厨，二哥赶紧拿水呀，快！架火呀！架火呀！那我姐吃吗？一会儿。你姐回家了，不上三哥求点砖头就走了，谁让他不嫌脏。那这么多能甩吗？啊，这根本不够吃。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咋吃？水煮就行，是不是？那最简单了呢，水煮的话。有请二哥闪亮下锅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真没骗我呀！刚领进口14，现在发货了。我啥事骗过你啊？只要点击左下角底部立即下载，完成任务，输入收件信息，24小时就到手了。真行啊！下锅呀！小妹儿，老妹儿，干啥？哎呀，快下锅呀！上锅呀！你俩就下呗。下锅过程，全都搞里头，大方敞亮的。你姐买的也不用心疼，干就完了。看，锅都搞不下，看没有？真长啊，真好啊，这个。哎呦，我长那么大都没见过这玩意儿，真的太狠了。开网子，菜刀。你瞅着。快点，快点，跑起来！大哥，还得是年轻人。年轻人有股冲劲儿，对对对，还有股虎劲儿，对对对，啊，扛揍还不疼。姜怎么一层冰碴子呢？啥？冻了你就切两下就行。西域血姜。这啥？这冻成这样还能吃啊？就趁它没化呗，赶紧扔里头。哎呦，哎呦，来点尿酒。大料呢？行，小马，你就回去了，就不用你了。你已经完成任务了。嗯，吃不是找你了？对，又不用你了，俺们到时候帮你吃了也行。俺们都不敢动了，为啥呀？送给你的吗？那我不吃，你们仨好意思吗？没事，整点腐菜，大哥。把你腰子摘下来吧。哎，我去研究研究，看看冰箱里有啥。我去看看。你别去了，你在这陪二哥。不是，我不行，我行。我把老三腰子摘下来。别扯啊，我这好好的。那么大烧线不去除吗？这玩意儿你不烧吗？你怕这玩意儿、啊、没有那玩意儿你吃的干啥呀？老妹儿都吃着刺身。那老狠了，我吐了吗？我看他吃。开锅了。哎呦，啥也看不着啊。飘零啊。
漂亮搞里头也行。这样，呼的，你呼的，你在这呼的，我在这贴，贴我脸上了，快！你这呼的呼的，哪有啊？你还你扣上得了。他再开锅就好了。看啥呀？我去，赶紧冲吧，一会儿老妹再杀过来。哎妈，说说了吗？这不，怎么地了？我这一看，这不肉呢？注水了吧？啊？哪有肉啊？行，这样还吃不了，够谁吃的？没了。没了，这骨头没了，有块多块肉，怎么样？味道是干了啊？那行，那换料干就完了。快，出锅赶紧炒了。起锅烧油啊？油呢？没事。不行，二哥对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。啊，那你下锅。Garlic， 使劲扒拉扒拉，使劲扒拉哥。啊，这叫骚味儿，跟老二的气质一样样。哎呀，就是这个味儿，跟你这背后一个味儿，可拉倒！真能埋汰你，不是我埋汰你，是你埋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海鲜酱油，搁里头，怎么错了？真狠，大哥能让你搁那些吗？哎，必须搁那些。哎，不抠了啊！老三，我要抠，你俩都活不到现在，一个人还能吃得膀大腰圆呢。哎呦，咋样？放点洋葱就更完美。来吧，别搅和了。整啊！你放韭菜花。我放这个蒜茄子。二哥来一块，看怎么干的啊！二哥吃这玩意儿吐骨头吗？二哥。这不花钱的是好吃啊。嗯。人都这么吃，跟你说，这么一包着吗？嗯。这是啥呀？太香了！老白菜呢？来了，俺就有啊。切了吗？切了，来三刀呢。切了？切了。不像啊。这玩意切了，搁哪切了？我看看。竖着切的。啊，你竖着切一根就能吃嘴里的。啊，切了，是啊，是切了。切了。也没毛病，那么大刀口你看不着。大哥，我为老妹儿这个堪忧啊，呵呵，小辣这脑袋不行啊。以后谁掏上谁着急。真是。咱们能吃肉不吃饭就有点奢侈啊。那不得都谢我姐，给我买的都是借光。嗯嗯。不管你买还你坐下来，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。然后你回头你说这就咱们欠给人情啊，回你说啊，这就是你安排的，但是你自己吃的，干嘛没吃啊？没吃啊，千万记住了。行。啊、都是我自己个吃自己个做的。嗯，小辣多吃点啊。嗯，就是到时候就你说全你吃就行啊。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要问你，你就说咱们没吃这个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他放的，让你吃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放冰箱上了，是你搅开的，是你倒锅里的，你倒锅里我就得掏出来，你不能倒锅里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你告我姐给我的吗？你知道咋说就行了。他要问你啥，你就聪明点啊。姐，你咋的？你开这电话呢？我那个，你给我带一家吃橘子呢。哎，那个啥，大哥你咋的？吃没吃饭？没有。啊？我他没吃牛排啥的吗？没有啊。没有牛排啊？没有。那完了，我搁买。网上邮那个牛排，给我邮的是有俩砖头的，我得给。我得找他。那么硬菜。快快快快快挂呀！拜拜姐。叫啥？你挂了。老二，别吃了，快走啊！老二走啊！这家伙要干回来了。嗯，拿走。啊！我不要，我还不要这块，这来，这我都不吃了。别！吃不起，这吃不起。哎呀，那我也不要。拿走，你放这不行，不行姐，看责任。吃不起，我走，快走，吃不起，我走不行。那我也走了。吃不起。快走。